领真好。走，你先找，寻找一下你们在哪里。我在这里。好，请坐。那先讲一下这个是。这个是一个很美的警察，就是美，然后美，然后他其实是一个警察。是。那为什么今天他站着很特别啊？这是袋子哦，他袋子上面写美字哦。他说他很美吗？他真的很美吗？对啊。我会这么问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是自己觉得很美，但是他其实不美的。OK， 好，继续。这里。对，这个是被蛇转起来的。嗯。被包围起来，然后呢，他以为他要咬他，但那个是假蛇，所以他就被吓到了。是。现在头发都竖起来了。很棒，来呢。这个。你知道？就是有一个女的，她从上面走上来，然后去别的地方。是。然后呢，这个小孩子他碰这个猪，然后呢，那个管理员就说不行碰，然后他就怎样？不行，对，不能动，很好，讲完了吗？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来了，开心，来了，大家好，有请。